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呢，在考虑装修房子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去看了几家全屋定制，然后现在也是刚刚从其中一家回来，因为白天要上班嘛，只能说晚上下了班之后过去看。哎，我今天还买了2个爬爬杆，不知道大家平时去水果店出去买东西是不是按个买？我就喜欢买一个、两个，香蕉也是买3个、4个，就是买的比较少。2个爬爬杆花了20块钱吧，20多一点点。不知道大家买是什么样的价格，还是挺大的。我先播一遍吃一遍给大家讲讲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关于这叫什么，就是商家的套路这件事情。因为是刚从宜家回来嘛，然后呢也有了解过他们的价格，然后就发现说他们一般都会有这种叫什么捆绑销售，比如说像什么，你做定制家居会送什么？送柜子？不是送柜子，送一些家具，或者说呢，你要满多少平方，他可能会送你，给你一些优惠价什么的。有2家的装修风格呢，我老公还蛮喜欢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他们家是送家具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家具我们又不太喜欢，所以他就老在纠结。他总觉得说，如果不要家具吧，就感觉好像损失了一些什么，毕竟加上家具之后呢，好像占了优惠一样。所以，我就想到这个，因为这个事情呢，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期关于如果有第二件半价的话，那大家还会不会选择？就是会不会选择要这个半价的东西？因为我老公也是从小穷过来的嘛，所以呢，他对价格就非常非常的敏感，就是他说叫什么性价比，就比较在意这个价格这件事情。当然了，质量他也会比较在意。我虽然不怎么认同他，但是呢，也没有办法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他会因为某个东西便宜或者打折，然后呢，他就会去买。虽然呢，就是质量不怎么好吧。我举个例子，他就是买了好几次衣服，然后那个衣服呢，质量因为不是很好，放在洗衣机里，新衣服要洗嘛，就把我的几个衣服也就跟着染色了。我因为这个事情还好生气，好生气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没办法，因为我不喜欢给他买衣服，我怕买的不合身，毕竟他的。人会胖一些，我有时候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挑，他喜欢什么买什么就好了。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，然后呢，再比如说，像我记得他有时候去买炸鸡，我跟他一块儿去，一个炸鸡的话是6块钱嘛，然后3个按道理是18块钱，然后呢，他就想，哎，那我就买3个，因为3个人家会给他优惠，说是15块钱3个，然后他就觉得很优惠了。但实际上你换一个角度。你本来是要花6块钱的，结果因为你想占便宜，你花了15块钱。虽然看上去你多得了2个鸡腿吧，但那2个本来你是不需要的，对吧？尤其是有时候晚上，我一般是跟他一起晚上出门散散步什么的，那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本来你体内就不需要这么多能量了，你吃一个就已经有点多了，你再吃，再吃2个，不是有点太多了吗？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一起出去散步，他说想吃烤肠，就是那种肉肠，我就去便利店给他买了，其实是5块钱一个，然后便利店那个服务员说，你如果想买2个的话，给你7块钱，就相当于说，第二件2块钱，对吧？第二个烤肠2块钱，但是我就没有要，虽然看上去说第一件我拿3.5块买到了，但是你想，那我另外又多出了3.5块。而且都9:10了，那个时候我并不想让我老公吃2根，我就觉得能量消耗多了，对吧？也消化不完，然后我还另外多出了多少钱？2块钱，本来是5块钱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是没有买啊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是我老公的话，他有可能就会多花那2块钱，多去买那一个烤肠。这是我举个例子，当然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例子，大家应该也会遇到一些。哎呀，先吃一口试试。还是挺甜的，好大，有点跑题了。就是生活当中的这种例子真的非常非常多，我相信大家也会遇到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们出去逛街啊，干嘛的？像衣服店经常会搞那种促销活动，第二件8折，第三件7折，或者说呢，比如说像什么，最近不是有那个龙虾开始上市吗？比如说，像你本来可能是想吃2斤的，但是他说买3斤送1斤，也许你就会买4斤了。因为我老公确实干这种事情了，就这种大家感觉好像是占了便宜的事情，但实际上真的占便宜了吗？
你比如说龙虾，你本来你是想买2斤的，但是因为你看到它促销，你想多买，你多花了1斤的钱。如果龙虾好吃，那很好，对吧？你也喜欢吃，那也很好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新的店，那你没有尝试过那个店的龙虾好不好吃的话，那你买了4斤，万一不好吃，是不是都浪费掉了？我们那天吃的那个龙虾确实味道很一般，包括他家店里，我们也点了别的东西，味道都很一般，所以我就觉得钱花的有点冤枉吧，并不是说我在这里抨击我老公，在批评他，不是的，因为我是近距离的，能够有机会去观察他，能理解他，能知道他的行为背后产生的原因，所以呢，我就拿他作为例子了。我自己有时候也会，犯这种小错误吧，尤其是在过去我被消费主义洗脑的时候，我经常也会因为说，哎，这个护肤品它会送小样呀，我就去买它，或者说双十一的时候满200减20啊，我就会去凑单。对吧？这些事情我都有做过。我说的凑单是说我为了满200，为了20块钱的优惠，我硬去买200块钱的凑单，而不是说我真的需要买200块钱东西，这是两码事。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，哎，如果第二件半价，你又不怎么需要，就是说你感觉好像自己要也行，不要也行的情况下，你要还是不要呢？其实这也是商家的一种营销策略，对吧？所谓的第二件半价，看上去它好像变便宜了，实际上咱们在这个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叫什么边际成本，就是说你的成本跟你的销量是有关的。比如说你像买奶茶，你本来这个奶茶你是需要一些，比如说材料啊，需要一些容器去装它，对吧？还需要一些，比如说服务人员。但如果你生产2杯、3杯、100杯、1000杯，对吧？还是这些人，还是这些容器，无非就是说材料多费一些。那材料它又需要多少成本呢？对吧？所以他多卖你东西，实际上对他来说是怎么说呢？他肯定是利润会变得更多，而对你来说的话，你就要考虑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件东西，而不是说，哎，我好像占了便宜。你不可能占任何人便宜的，你想一想呢？除非说买一送一。对吧？买一送一，正好你又需要这一个一，你买了这个一，那送的这个一呢？你不需要，你可以送给别人，你也可以。当然，一般人应该不会选择不要吧？对吧？我只是举例子啊，正常不会说买一送一的，基本上都是说第二杯半价，或者说第二件几折，第三件几折这个样子。他是想让你尽可能多买东西，所以想给大家。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要想着去占别人便宜，你先想清楚你自己需要什么，想清楚之后再买单。我以前看过一本关于广告学的书，就是里面关于什么，他把消费者分成，也不能叫3、6、9等吧，就是分类分得非常非常详细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拿防晒霜作为例子，马上夏天了，那夏天很多人都需要涂防晒霜呢，那他就会把防晒霜分成，比如说年龄段。不同的使用场景，然后呢，不同的使用需求等等，他把这个防晒霜的潜在需求的客户分得非常非常细。再举例子，他会把顾客，比如说你这个顾客在我这个店里面消费的年限，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叫粘性，对吧？你跟这个产品，你用这个产品时间越长，你越信赖它，那你时间长了，你会自动为它宣传做推广，对吧？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呀。或者是我下次买东西忍不住还买它呀，对吧？这种粘性越强烈的话，那它对于公司来说，它的成本就越低，或者说呢，对它来说利润就越高，因为就相当于好像是免费的广告，甚至人家自己也在用。所以最近不是说上海那边菜呀、肉啊这些是基本的饮食方面受到了这个什么困难，但是有一些叫什么奢侈品牌。他们会给一些，就是他们的客户送菜送什么的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老客户他们要把它留住呀，买一个包包都几万块钱，对吧？他们 一定要，这个把自己的这叫什么形象口碑给它做好，一定要深入人心。这种事情，对吧？危急时刻你不考虑顾客，你不考虑你的客户，那什么时候能有表现的机会呢？就这种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多，非常非常常见。大家遇到一些优惠呀、诱惑呀，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，你买这一样东西，就是你买你需要的东西贵，还是说你买你需要的东西再加别的东西，好像有优惠了一样，加起来的东西贵。最近疫情的话呢，很多家里面可能会想着囤货，囤一些吃的喝的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
然后如果有优惠的话，想买一点在家里放着也可以。但是如果是说一些硬的东西，你放很多东西在家里面真的没有必要。有可能是因为合肥这边疫情没有那么严重啊，因为我确实看到很多很多人家里面生活用品，像卫生纸啊，像姨妈巾啊，还有像什么其他的，就是我忘记了啊，因为我确实自己用不着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想不起来这些名字，就囤了好多，好像是给自己安全感吧，但是我总是觉得没必要用那么多东西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找到替代品的。本来是想一边吃一边给大家分享的，但是有时候总觉得说吃着吃着好像又说不了话一样，这个真的好大。其实这算是一种垃圾啊，只不过呢它不是塑料垃圾而已，对吧？这个壳子我可能也没什么用，明天早上我可能就扔下去了。然后我突然想到说，我最近有一个星期，今天不是周四吗，从上周四到这周四，因为我老公有这段时间在家隔离，他是皇马，当然这两天安全了啊，他是皇马，然后他就不在，我才发现说，哎，我的垃圾桶都没有倒过，里面都没有垃圾。我觉得因为他在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喝可乐啊，或者买炸鸡什么的，会有一些垃圾。然后他不在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没意识到，刚才想扔这个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来，哎，我竟然就一个星期没有产生过垃圾了。当然仅限于在家里啊，也许我在公司里面有产生，我自己没有意识，可能扔掉了，比如说一些纸屑，比如说一些什么东西，但在家里面确实没有。家里面的话产生的就是这个什么上厕所的这种卷纸的这种垃圾，我就直接扔到厕所随水冲下去了，所以那个我就没有算进去，就其他垃圾就没有。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垃圾桶里面，就是只有昨天师傅上门修热水器的时候，那个一些零部件什么垃圾，就只有这个东西，因为它呢是能放的，又不是说像这种果皮它不能放，然后容易有味道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先放着了，我想着在里面多放点东西再扔。然后我还挺自豪的，当然也不是说多值得表扬的事情啊，就发现自己又有进步，还是挺开心的。行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时间，拜拜。